3月29号下午4点钟，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对准一下安吉拉战友，就是这位正在摸高帮我们固定这个横幅的这个女战友。安吉拉战友呢，她也是这个从这个生病中刚刚缓过神来。然后呢，安吉拉战友呢，属于那种你也不用告诉他做什么活，反正有一堆衣服呢，他就自己就去在那整理，然后就是眼里特别有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友。然后平时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也都是这个说说笑笑的，性格也特别好。所以今天我们的镜头对准安吉拉战友。战友们好，咱们再把镜头聚焦在一下我们忠实的老外战友 Liberty。 我们其实肯定有很多很多老外战友，像七哥的朋友啊，肯定很多老外战友，但是 Liberty 呢，就是在我们加拿大我们身边的草根老外战友，一直坚定的跟我们站在一起。其实2年前的727我就见过 Liberty， 我记得非常清楚。 Liberty 在那举了一个旗子，并且有的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Liberty 还举着那个牌子站在我们多伦多市中心的那个当时我们所在地的那个马路上，过往的车辆一来的话，车辆都会摁喇叭，然后 Liberty 就在那个地方给他们举着那个牌子，让过往的车辆看见。所以 Liberty 是我们特别特别忠实的老外战友，所以感谢我们的 Liberty。